先腾出空间，腾出空间之后，然后找那个机会赶快逃脱，撇开这个束缚之后赶快跑，好，打一个不放手，好，或者是被害者手无法往内缩，就以头撞击对方脸部，然后瞬间逃脱，开始跑，遇到背后环抱，先以头部撞击歹徒，让歹徒往后仰之后伺机弯腰。抓住歹徒的单脚往上抬，然后顺势将歹徒甩出去，背面捂嘴巴，折住歹徒的手指往外掰开之后，头撞击破坏对方的控制，然后一样赶快逃脱。好，抓着折开，从大拇指的方向抓住，从大拇指的方向甩开。那我是抓住另外一侧的手也是一样，只要旋转你的手腕，破坏对方的抓握力，这样。跟踪骚扰防治法上路满一周年，近期性骚扰议题在社会上亦引发关注。那本分局亦为增进民众对自我保护意识的观念，特别教导民众使用自防身术，传授偷棍技巧，提升自我人身安全应变能力。那面对肢体上的性骚扰侵害时，防身术的观念不在客体制胜，而是找到瞬间的机会，攻击歹徒要害，把握空隙离开现场，寻求协助，主在解围脱困而非制服。此外，可以利用随身携带式物品，如圆珠笔、钥匙、雨伞等，攻击歹徒脆弱的身体部分，例如眼睛、鼻子、喉咙、心口、膝盖、足膝部等，借此争取脱逃的时间。